各位好，这里是青青前导共上和特别访谈节目，我是陈哲。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访谈室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青岛教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Raj。Raj 还有一个中文名啊，稍后呢我们再跟各位来讲。今天还邀请到了 Raj 的朋友，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黄良士啊，英文名叫 Frank， 欢迎您。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Raj。Raj 29岁，来自印度，中文名相当中国风，叫王富贵。今年是王富贵在青岛度过的第8个年头，从最开始囊中羞涩的穷学生，到现在拥有一家生意红火的公司，有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用王富贵的话说，现在算是在青岛扎了根。我来自中国是2010年，来的时候学习了。学习在海洋大学，工作了在一个公司，在成都和深圳。在印度的时候没听过青岛，但是来青岛以后就喜欢了。研究生阶段，王富贵学的是水产专业。2013年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了创业。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辗转后，王富贵还是选择了留在青岛，并创办了现在的公司，帮助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工作。最大的是那个外国实习生来中国，但是这个实习生吧，他们学习中文，然后一般他们也要做培训，因为中国是很大的国家吧，中国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市场就越来越大了。但所以实际上很多人他们都想中国怎么做了这个生意这个市场呢，他们都想要来看，所以我们就帮助他们。目前王富贵已经帮助500多名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来到青岛，让更多的人了解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哎呀，很厉害啊，富贵。这个刚才片子中其实出现了你的中文名啊，叫王富贵。其实我们更喜欢在你的贵后面加一个儿化啊，富贵。这个其实是中国语言里面对一个人，比如如果喜欢的话，后面会加一个儿化啊，就表示感情上比较亲近一些。哎，我都这么叫的。对，您就是这么叫的是吧？这个王富贵这个名字是怎么样来取的？这个名字是我的印度名字，是差不多意思。我的印度名字是 Dhanraj。Dhanraj。对 ，Raj 是王的意思。王的意思。Dhan 是那个富。富有、富足的意思。对，这个意思。所以王富贵。然后说这个名字的话就很简单，你可以记住这个名字。你一直说了，就你不能忘掉我的名字了。对对对。所以用这个名字就。到一个国家我觉得很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叫入乡随俗啊，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很抓人眼球，对，跟别人介绍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会记住你啊。是Frank 在生活中跟这个 Raj 应该交流很多，包括工作上生活上，对，你的评价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Raj 是一个非常那个热爱工作啊，然后非常有爱心啊，然后也非常有孝心啊，也知道非常懂得感恩的，他那个偶尔的，比如说过2-3个月，他会回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去那个就青岛一些小学，给他们讲英语课什么免费的授课，这个我觉得，对，我觉得挺好的对，非常有爱心，有爱心的一个人，对对对刚才片子也介绍到，你是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本科，是的，是的，然后毕业之后，但是没有从事水产专业，为什么没选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我觉得挺有前景的呀。这个专业我小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鱼你小的时候喜欢鱼？对，小的时候喜欢鱼然后我觉得我可以选这种的专业但是你的性格和的你的专业有关系的。对啊，对对，我的这个是喜欢的和我的性格是不一样，我的性格是一个我就是那个我喜欢沟通，我喜欢跟交流。我毕业了以后找到了一个工作，在成都那边和深圳，深圳的一个公司工作了以后，我感觉现在我也可以开自己的一个公司，可以帮助大家，跟我一样，
他们都想留在中国。这个其实是等于讲现在这个公司的这个雏形，当时的这个雏形是你在成都和深圳工作的一个感受，所以你想回到青岛来开这个公司。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到这个行业我可以来做？对，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我的性格是我觉得我帮助大家就非常好的工作，做这个工作还有可以赚钱的话就非常开心的。对，Frank 那个时候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应该给他做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是吧？对，我偶尔也就要告诉他，比如说你这公司要成立要需要什么手续啊，然后对员工的怎么培训啊，他经常会问我的。一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让你最头大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他上次告诉我说，问我说 ，Frank， 我怎么能把我这个中国的员工能让他留住？啊，这不是你是，我觉得你的企业的问题，这是全世界大企业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对对对对，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同时对对对对对工作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工作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boss？ 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是喜欢一个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对，都开心，因为他们不开心，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工作做什么。对对。所以开心的一个感觉，朋友的感觉，有什么问题可以自己问我这样。然后在办公室你就开心的话，你就喜欢你的工作，你觉得这个不是公司的工作，这个是你的自己的工作。这个感觉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这个事儿当成你自己的事儿，不是说我在给 Raj 打工。是的，是的。对，所以我喜欢那个。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给礼物。哎，你都送过什么样的这个礼物？红包是一个非常好的，红包这个很方便、啊，很方便。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自己的员工，他们也要看你，有没有你的自己的 effort， 有没有 effort， 有没有诚意？诚意，对这个诚意，他们也要看。你可以自己去买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要考虑。然后他的。家里面有他的生活上有关系的吗？也比较重要的。对，所以你会怎么想？就是私人定制啊。现在这个公司需求量来讲的话，外国留学生目前在青岛的这个你所接触到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人多不多？他们喜不喜欢留在这里？喜欢，非常喜欢。因为山东人和特别是青岛人的心非常好。比如说我的一个实习生他说了。我一次迷路了。有一次迷路了。对，一个中国人，一个青岛人，他就帮助他了，去他的那个地方，自己就帮助。就是带他去了。对，带他去了。他说，他这么多时间就给我了，就很好。没错。因为在其他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他可能其他城市、其他国家没遇到过这样的，这个可能给你的体会比较大一些。另外，最近你的姐姐和。姐夫对来到了青岛，对他们来是来玩吗？对，是来玩，是奔着你来玩的，投奔你来了。对，来旅游，还有他们也就是要看看，因为他的姐姐他一直要知道，哎，我的弟弟做什么呢？做什么呢？一直就听，没有自己看。他要看，然后他来了以后就我可以吃那个印度菜在家里的，我就开心。他会给你做印度菜。对对对。姐姐和姐夫到青岛这个感受怎么样？跟你聊过。挺好，因为很多印度人他们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国家，他们。都没有知道，就是看了电视就出了电视他们没有知道。对，因为我觉得文化交流那边我们还有要两个国家要还有交流一遍。然后所以我的姐姐姐夫来了，哎，人们就非常好的心的人，他们都来了就 hello 开心，就没有人看就哎就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就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帮助他们，还有印度人也喜欢张家，他们都喜欢张家都非常开心，他们都要玩。现在
已经他有朋友了，就买东西的、哦、对，已经买东西的地方都那个阿姨就他认识了，哎，你还有来了，你要涨价了吗？袜子也非常喜欢减价，就是融入的这个速度很快 啊。之前是不是你的爸妈也来了青岛？对，爸爸妈妈啊，开心，每天开心。他们我的爸爸喜欢了那个白酒，喜欢什么？白酒，白酒，白酒。印度没有，也有白酒吧？印度也有，印度没有这么烈，对，就是度数没那么高。对对对，我们这儿有50度以上。对对对。哦，白酒厉害，就是很久。他喜欢这个口感。对，然后也他们两个每天早上去那个看在很多老人都在跳广场舞。对哦，广场舞。你的妈妈喜欢了广场舞，现在？对。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楼下然后去了跟他们一起跳舞一起玩，然后还有做瑜伽，然后有些人跟他们一起来做瑜伽。就你的妈妈也比较喜欢做瑜伽？对对对，她有在这个在青岛的时候有教一些朋友教他们做瑜伽吗？对，有的时候不能说朋友们，他们就一起来做了啊。好，你也做，我也做，是一起来做。对，一起来做就朋友们了。他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吗？他不会说、他不会讲中文，讲中文，但是就是那个小龙小龙的学，就比划就可以了啊。其实瑜伽也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交流，只要你安静的坐着看怎么做，看就可以、看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家人到青岛来讲的话，应该是蛮快乐、开心的一件事情。非常快乐，他们再来也要一边来，我们看看这个今年他们肯定来那边。他们去了青岛哪些比较喜欢的景点？有没有跟你特别讲过？青岛的。他们喜欢了爬老山，爬老山，对，爬老山是非常喜欢。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啤酒节啊，对对，那时候这个是很盛大的节日。对，我的妈妈来一起来干杯，很多人来跟了一起来干杯。回去会给你打电话说，他会说我很想回去，有这么表达过吗？对，他们都对，他们每次说，哎，我要还有要一边来，我们还有要吃饭，待在那个地方，还有我的朋友，哎，我要见他的朋友，我想他了，哎，对，哎，关系就已经关系就非常好了。他会想念这里的人和事啊，对，嗯，非常棒，非常棒。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青青琴岛共上河特别访谈节目，我是陈哲。刚才在前半段我们讲了很多Raj 到中国之前的一些故事哈，然后包括你在中国创业的一些故事。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 Raj 在这个青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那边也有？没有了，好吧，给我一个单子。三十五毛钱。这个呢怎么卖？卖了25。快。逛市场选菜讲价，在青岛生活8年，这些买菜套路已经难不倒王富贵了。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各地美食也不尽相同。青岛美食以鲜为主，喜欢美食的王富贵正以他独有的方式把青岛美食和印度美食融合在了一起。极具家乡特色的咖喱鸡，颇有青岛特色的辣炒蛤蜊，都是他的最爱。我会做饭印度的菜，印度的咖喱呢，好多东西，还有也会中国的菜，中国的菜比如说辣炒嘎啦，西红柿炒鸡蛋，蛋炒饭，还是烤鱼，还是都好几个朋友们找我了，还是看了那个在电视上，最喜欢的是嘎啦。喝啤酒吗？对，夏天的时候喜欢喝。而除了美食，王富贵对中国功夫也是情有独钟。每逢节假日，王富贵都会来到这家位于即墨的武馆比划两下。今天武馆请来了太极螳螂拳第七代传人马中平，这让他十分兴奋。看很有天赋，看刚才吧一点，哎，他就会了，哎，确实像个练武的。王富贵说自己打小就看成龙、李连杰等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一代宗师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因此一来到中国，王富贵就四处打听哪里可以学功夫。几年前当他得知这家武馆可以学太极螳螂拳时，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死里掌功，战死里可从，武功不要做入中，走路一阵风。可以啊。我
下次不敢跟你玩了，不要跟我玩，跟他保持距离，对对对，随时会发功是吧？对，哎呀，这个片子我觉得拍得很好，有很多故事要了解。首先还是回到这个吃上啊，听说你现在这个不仅印度菜做得好，中国菜也做得不错。喜欢吃敬老的嘎啦是吧？是的，最喜欢吃嘎啦，最喜欢吃嘎啦，我也很喜欢吃。但是我要问你，就是这个我们青岛本地人是很讲究这个嘎啦，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本地的，你能不能分出来？现在就分出来了。怎么分呢？对，这个大还是小要看，还有它的颜色，花纹，这花纹就是什么样的？对，就可以看出来。然后买嘎啦的时候也是不用买很大的，不用买很大，对，小的嘎啦是比较好吃，做好吃的。对，在印度之前你是喜欢吃嘎啦吗？或者是吃过这个？没有吃过，没有吃过。到这边之后你就喜欢上这个？对，到这边以后就喜欢好多好多菜。我最喜欢的在中国一个东西，就你要吃的话，你有好几种的菜啊，有好几种做法，做好几种。对，这个嘎啦你现在会几种做法？啊，是的，全都有。我也用有的时候那个印度的辣椒呢，对，这个拌一拌是吧？对那就会spice 太辣了。这个你现在还会做一个新菜叫中印菜，中国和印度的中印融合，怎么融合的？可以，比如说我做了那个印度咖喱，印度咖喱里面我放那个嘎啦。咖喱和嘎啦一起来，咖喱混搭，好吃吗？好吃。这个是你自己想设计出来的啊，创新出来，创新菜啊。对对对。你现在经常吃的中国菜有哪些？比如说我在办公室的话，我那个午餐的时候我去那个排骨米饭，还是这是青岛的地道。对。还是黄焖鸡还是有可以去那个食堂买菜啊，自己做一下，自己喜欢吃辣的。我不知道那个 Frank 吃过没有他做的菜。有吃过了。他做了那个印度那个饼，印度的饼，卷饼，对，里头加的什么嘎啦啊，什么还有蔬菜啊，对对对，他做的好。今天早上还跟我说，问我吃早餐了没有，带过来，突然包里掏出来一个，饭快吃早餐。我说我吃过了，吃不下。你自己做的？做的非常好，自己做的。对对，今天早上我的姐姐做的。哎，那你的姐姐到了中国之后，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多家乡菜啊。是的，是的，很幸福。他给我那个早餐，我也带给我午餐，然后我来了晚饭都有了。很棒。对，他那个都做了汤也可以。做了汤，当时我喝的第一次喝有点怪怪的啊，后边喝的还可以就可以了啊，慢慢就习惯了。对，那看来手艺还是不错，手艺不错。另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武术这个事儿，因为之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不会武术，现在你又多了一项技能会武术。因为我就胖了，我要减肥，怎么减肥？怎么减肥和学习一个东西就武术，健身馆没有老师就提供就。一直的，这边你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动物，所以你可以自己在你的生活上有一个discipline 啦，然后可以有一个 strength 和那个安静的感觉，就是能让自己不要那么浮躁，能够静下来，对，能够安静的感觉。所以你选了这个武术来学，你是怎么认识这个老师？我觉得找到这个老师也很难啊。对呀，在寂寞啊，他在寂寞。这个事情你没跟我说过呀？去找到他的朋友的朋友。你的朋友在学这个武术？对对对，他刚才说你很像一个习武的人，动作一教就会。你现在学了几个招式了？不太多，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对，刚刚开始，所以现在还要练习。在武术里面，我觉得你自己要做一个自己的培训，然后就你准备好了就。对，其实我们讲中国习武其实是有一个习武精神在的，就是其实你除了要学习它的招式和套路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你对自己的自律，包括你生活上的、工作上的，还有就是你的思想上的，就要跟这个习武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啊。刚才我看这个班，这个武术班里面都是些小朋友，你去之后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没问题，非常好，因为没有跟我一样的人，所以你就是自己和自己比就可以了，不用和别人比。对，有一样的人就哎呀，他做得很好，他做得很好，像朋友没问题。OK， 可以超越他们啊。这个你喜欢武术是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吗？你在印度的时候就喜欢看中国电影、对电影？
我小孩的时候，我非常看那个成龙的电影，对成龙的电影非常有名的，在印度，非常非常有名。然后我看了，我觉得20多电影，他都20多部，对，20多部，然后非常好，每次觉得要学习。在印度也我学了那个 karate。Karate 是什么 ？Karate 是也是那个武术，也是武术，对 ，martial arts，对，但是不是很长时间，然后很多时间没有做，然后现在在中国的时候，这个一个最好的地方要学习。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最近在做这个上合峰会的一些采访，了解到很多的外国人，很多外国人都喜欢这个中国的武术。是的。昨天我还看到一个介绍说，这个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姑娘，她也是自己在俄罗斯开了一个公司，然后把公司关掉，回到中国创业，同时主要是学武术，每天去山里面练武术，这个就和你有点像了。你这个其实可以到时候学个太极比较好。对对，太极也不错，太极也不错。然后那个黄焖鸡要少吃，少吃，学没用。对，这个喜欢武术啊，这个也喜欢看中国电影。其实我们觉得印度电影我们也挺喜欢看的。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是不是会跳舞啊，然后唱歌，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现在在中国，印度的电影越来越有名的，因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差不多一样。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对，差不多。我现在没有感觉我不在印度，只是一个家的感觉。对，因为我了解文化，我朋友可以做好朋友了。就是礼仪这块，可能你刚来的时候还是有也带着自己国家的这种习惯。这个是在沟通上有没有一些可能现在看起来比较搞笑的事情，或者闹了一些乌龙的事情？第一次我来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印度人，然后来的时候，印度小哥，对，我就说如果有人问我问题，是不是你是印度的？我说他说是不是啊？就已经回答了呀，没有吗？他们就不知道这个是。其实你的摇头就是 yes 是 yes， 是呢，不是不是点头，不是不是，不一样，不是不是也是摇头呢？是。哎呀，都不知道，你也好了，我有不是，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是，不是呢 ？OK，OK，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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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呢？不是，不行啊，这个摇的幅度不一样，幅度不一样。对，你做这动作，我想起来这个阿米尔汗的电影里面，他经常有这个啊，对的对的，他喜欢这样，这个就是表示 yes 肯定的意思。对对对，啊，这是非常好。现在也有这个习惯。You are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对对对，这个可能刚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呢在印度人，我们都用很多手语啊，对对，肢体比较丰富，对肢体比较丰富。对，然后这个 express 机器比较多，对机器比较的多。然后印度的核心的那个怎么说？里面的心字那个 heart。是在青岛，我觉得有想，就是你们的我的想法，你们心里的想法，对，和我们这儿的这个表达应该是比较能刚好是融在一起的。除了工作之外，平时大家会一起聚会啊什么的，就是偶尔他有时候会去大学路啊，还有民间路啊那些咖啡厅，他然后去约我过去说，方哥过来喝个咖啡吧，然后聊些。他平时的一些事情啊，跟我聊聊，经常是这样，不要太经常了，对吧？休息一会儿，休一会儿，看想法，他的生活怎么样，我的生活怎么样，要什么样的安排？有是带他的家人他去玩吗？还是什么什么，都就是了解。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青青琴岛共上河特别访谈节目，我是陈哲。刚才这个短片中闪现了一下，那个应该是你的女朋友，是的，应该叫未婚妻了，现在。对对对对，哇，很漂亮，很漂亮。她也是印度人吗？是的，是的，印度人。你们是在印度就是过来之后才认识的，对吧？在来青岛之后。我在印度认识了她。哦，在印度认识的。对对。那你人不是在青岛吗？视频发给。对，我们呢认识了有点时间，然后因为这个是跟中国的文化一样，我爸爸妈妈说了，我知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介绍了，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给打电话就说的不好，我的感觉是不用了不用了，不要从爸爸妈妈来介绍，就是你不想通过相亲的方式来。对，然后我说了一次两次，我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们说了三个小时。哇，他然后就感觉越来越好，第一次看了他的脑子怎么样。视频还是只是电话？这是电话，第一次。对，然后就视频了，然后说话说话，看了你是真能聊啊，这边怎么样？三个小时都 OK 了，就然后就去了印度，跟他那个做了，然后我结婚以后打算是就是还要留在青岛，还要在青岛，他也会留在青岛。对，他已经开始了学习中文，他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哎，我觉得他的他的其实我们讲就是婚姻之间，双方之间如果说有一个在异地的话，总有一方会要做出比较大的牺牲。就是放弃 ，give up something。你爱一个人的话，你觉得你想跟他一起要来，他就可以做他，比如说要选两个东西的话，他肯定选选他爱的人。结婚是要在青岛还是要回到印度？要他的老家结婚，没有在印度，我们女孩的那个老家我们要结婚，然后。去我的老家要做一个 party，然后来青岛要做一个 party。这个也很和中国也很像，就是你们比较辛苦一点，去三个地方，这还是跨国的，然后中国。对，这个其实中国朋友参加婚礼的话，应该可能说相对来简单一点，在印度的话仪式会比较隆重一些，是不是？对对对，因为在印度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最少三天的时间，对，三天的时间有每天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活动，他们要准备好你结婚的，所以第一天是我们一起来，大家做一个准备好一个跳舞呢，每个人最，比如说我的朋友们还是我的姐姐哥哥，他们要来那个。做一个跳舞 party， 送我，对，就是像一个舞会一样的。对，这个我好像在电影中有印象，每个人都要跳舞，很盛大。对，就是那样一个场景。对，我的爸爸妈妈也要跳舞，也要跳舞，就开心，这个开心就是开心，通过舞蹈来表达对喜悦的感觉。然后第二天是，我们都要做一个放一个 turmeric。turmeric 对 turmeric 是一个东西，每个人我明白给你洗，是要在手上要画一个东西，对，有图案要对对牛的他们要画一个东西，然后也那个给他们胳膊上也画，对对对，这个然后第三天准备好。结婚，对，其实第三天是最重要的、最盛大的一个仪式啊。我的姐姐的结婚的时候，我们来的是5000个人，哇，5000个人啊，这么多人啊，哇，最多的人，最大的你的面子在印度。哇塞，这个场合在哪里呢？你要找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在印度结婚的时候都是很大的地方。对，比如说一个体育馆是差不多一个。体育馆的婚礼，5000个人，他是也要就是像不像中国一样，可能是要摆酒席呢，给他们吃饭什么的嘛。对，要给他们吃饭，也要吃饭，也要吃饭，也要跳舞，要一起活动。对，那这个场面是很震撼。现在他不是也结婚了嘛？问娃子，我说你以后要几个孩子？这个有打算吗？现在还没想。他说要2个，两个在印度才能有2个。对，祝福娃子啊。现在有女朋友啊，希望他们以后的
生活幸福啊，美满，对吧？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还有很长时间，过年就结婚，过年结婚。对，他还那个结婚还让我说去他印度啊啊，那你就是那五千分之一了。对，在祝你婚礼成功同时，更希望是未来，和你的妻子在青岛能够有更加甜蜜的婚姻生活，也希望你们能够爱上青岛这座城市，然后在青岛幸福的生活下去。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室。谢谢。